大半夜的约我来这儿，宝贝儿，这大风天的，少跟我那个呀！你呀，谁呀？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美女啊？嘘！哎！ 僵尸，哎呀，这晚上穿一身白，明晃晃的一坨，太吓人，跟小倩一样。哎，那男谁啊？你仔细看清楚啊！原来绿篱把我约出来，不是要跟我约会，是让我过来捉奸。阿西吧，那日延春殿中。 你对姐姐的态度和从前很不相同，你是否对她生了情意？我对她？我和张鹏鹏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只是皇祖母在场，我要对她稍作体贴些。那为她挡酒又是为何？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。我只是想借机让九王下不了台。你曾经说过。 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可曾记得？当然，别忘了与我兑现此言。哇，我好冷。我也觉得有些冷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。你不是冷？哎呀，人家姑娘说了，你就该把外套脱下来给人家披上呀。 哎，啊，有桂花糕，要吗？哎，不要，自己吃吧。我去，太子殿下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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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
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是来这里看月亮，你信吗？回去，禁足。凭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看星星、看月亮，我就要禁足啊？